好，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南京奥体中心，明天就是王源首次要举办的个人演唱会了。我们今天也是来到了彩排的现场，来看看究竟小源明天将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演出。来，准备，三二一，走。特别，它是一个整个的环形的，就是圆形的舞台。然后我们刚刚看彩排的时候，也是有，有一个升降的这个吊台，圆形的吊台会从上面降下来。相信明天就整个舞美啊，包括灯光，都非常的精彩。而且这种环形的舞台，真的就是有一种四面都能看到它，然后特别近距离的感觉。然后包括其他看台，还后面的那个 VIP 的部分，也是其实算是一个。跟粉丝互动性很强的一个现场了。现在我们在去场馆的路上了，等一下呢，给王源策划了一个小惊喜。现在场外已经聚集了好多好多王源的粉丝，然后大部分的粉丝们都穿的绿色，就是也是小圆应颜色的衣服。这个小蝴蝶提一点，比较胸前的。好。唱歌，自拍有啥好看呢？嗯，对，他们是选 A。最喜欢王源的 live 舞台是 A 腰不到台 ，B 姑娘。腰不到台。你觉得他们更喜欢腰不到台？嗯。那他们更喜欢姑娘。反正我选腰不到台，我不管。最喜欢王源的哪种发型 ？A 大背头 ，B 刘海。有刘海吧，因为我自己不喜欢大背头。喜欢王源穿白衬衫还是西装 ？A 白衬衫 ，B 西装。西装吗？西装，他们喜欢白衬衫。行。痴心妄想。刚刚因为我们在痴心妄想，嗯，唱什么？压不倒台了，我就是压不倒台，姑娘啊。对。我今天走调没有？听一听。走调了。
这挺好挺好。没唱上去，没唱上去。后面说啥？王源啊啊！我们都等你回家。哦，好，觉得他们唱的很感动，很感动，很感动。嗯，虽然跑调，但是还是很感动。嗯，这很不错。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在现场的时候别跑调。这边是演出的入口，然后已经有很多花篮。这边的然后我们再往前走走看，这里呢是 dancer 老师们的休息室。这边呢是乐队老师的休息室。我都是要不到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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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都是要不到他。现在还有五分钟，小云的演唱会就要开始了。跟着我说